可以五块钱一张。我不可以。我们要爬上去这么高吗？有啊，我也有。你再走一走。走，一般克服了第一次就好。带上你的小车车。我的小蓝。我们为了啥？在冲下去那一刻，我已经为了开心的那个十几秒吧，可能。你多一点，你轻，得二十多秒可能。冲下去那一刻，我已经感受到快乐。是的。是的，嘻嘻，我还没说呢。那你到底坐哪个房间？你几页是不是？好的，一二三四几啊？我先教你啊。第二个抬脚走啊。哦，太好了，上天。谁喊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敢再往脖子上跑了，因为刚刚已经把我的帽子吹飞了。采访一下，这次的感受如何？我觉得比上一次刺激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比上一次更有体验感，可能是放松了。是的，因为第一次紧张。
自己跑完了。不欺负我，不是不走了吗？别起来呀！把你的小蓝还给他们了。整个被可爱住，那如果这样，我可以做一些可爱的姿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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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透过云层洒下来，好好看啊，透过眼睛。